的画面。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后面啊，被夹了，被夹了，被夹了，完了，被夹到了，被到了，壁咚。没事，防御防御啊！怎么被打到鬼龟啊？哇，这个砍人精准的，蜀蜀国有后啦！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就预估惩罚不够严格。哇，对啊，蜀国又诞生，下一次建议一下。还好，没有，等下他就改，就是说他周围的半径几个的稿子类全部删除。那也太恐怖了，不然他丢地上放箱子里也没有用、啊。半径的考试全部删除，太恶了吧？或是鱼骨惩罚，每挖的每一个石头都是肚鱼。哇，好凶、喔！哎、欸，那这个到时候大家来打仗的时候，就一直挖地板，然后一堆土。对啊。没有啊，这个人就专门左手拿石头，右手拿稿子，我砍又好。没有这么快啊，打架你最好这么快。没有啊，召唤师河豚一样啊，空降直接变召唤师哎，空降哎、欸，对啊，是召唤师，是召唤师。那你要有你稿子要在地上丢满，因为它会清除。对耶，会清除哎。奇怪，我的队友们呢？哇，他建了一个平台，他自己建了一个平台，不知道干嘛。叫七星潭，还要换东风。挡雨而已吧。那原来只是挡雨，原来是遮雨棚。对，误会了。他看起来就是躲在下面的呀。顶楼加盖。加盖啊！顶加顶加。顶加。哎、欸，其实这样还是打得到十点哎、欸，我一直以为会可以啊，可是他也太散了。还好你们够撑的，对。蜀国想到前面，想到前面赵繁星的打法，说不会吧，今天不会超快就结束了吧？刚那个没有，一开始的节奏感就很像欢乐场啊，就只有我而已啦，你没看到我死掉之后他们多团结？对啊，开场前心结，开场前巧克力就说，哎、欸，那就 tape ID 上面五个一组，下面五个一组哦。然后死掉之后回去看一下，怎么通话在一起啦他们就想要考你吗？他自己也在那高钓鱼了吧？在干嘛、啊？钓不到、啊。你看，你应该，你应该跟我们合作的寄生鱼，还是其实哈基是姜子牙？原来是，原来是，原来是封神啊！你看，原来超大已经不一样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样钓得到吗？他要下去了吧？对啊，还要在上面钓鱼哦，踩水流吧。而且现在下雨天会有怪、欸，来干嘛？对啊，来干嘛？我在钓鱼哎、欸，够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六六六。可是那东西拉得上来吗？他要看得到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应该会掉在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有看到下面，看不到吧？他超远的哎、欸，哪看得到、啊？等一下就 O T 翻，然后 C 按着吗？挑战最远钓鱼，鬼鬼受伤了，鬼鬼受伤了，超远的，哪看得到？我可以耶，钓到哎，打到了，那鱼会飞上来哎，对啊，好猛，我马上烤鱼了，马上烤哎，哇，就要哎，就要哎，就要哎，原来是姜子牙，好溜，下面你们看下面有一个那个骷髅骑兵哎。哪里？就蜘蛛骑兵，在他正下方吗？没有，哈记下来的右边有一只蜘蛛骑兵。蜘蛛骑看到两个枯工哎、欸，听一下。另一边，另一边，另外一边，有看我的头吗？哎、欸，这样没有。这边有一只哦，好可爱哦，骑着骷骑着蜘蛛的骷髅，它有那个紫色的效果。又在掉了，原来它掉的不是鱼，是飞鱼啊！他不会哦，输，就要掉一把无限弓。哦，哎、欸，僵尸村民，哦，他、哪边怎么了？刚僵尸村民从天而降，从天而降。哦，等下蜘蛛爬起来，蜘蛛爬起来了，哪里、啊？哪里？哦哟，会死！可恶，回头啊，另外一边啊。又爬了，他要卡住啊！蜘蛛一点五格，哎呦，哦呦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好聪明啊！真的很强。所以这个僵尸村民是
来看姜太公的。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哈太公，来问问看这款游戏是不是免费的？免费的钓鱼游戏。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可以一起玩吗？要钱吗？哈太公，这要钱吗？这款游戏在哪里下载？可以跟我一起玩吗？游戏都打在标题上了。现在在玩什么？请问是 PUBG 吗？请问这一次好不好？打在标题上。钓竿好不好？差太多了吧？这游戏有没有需要刷手抽？请问我抽到这个金色钓竿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好怕下面的蜘蛛看到哦，我好希望他看到、哦，看到然后往上射，这是很好笑，毫无预警哎、欸啊。现在这角度是感觉是看得到的哦，旁边也有新的观众哦哦，阿锦阿锦来了，叶妹叶妹叶妹，哇哈哈哈哈哇哇哇哇哇哎，这比史无前例，比骷髅还酷，有点不可以耶，这死的很可以耶，被袭击耶，尊严呐，太夸张哎，史无前例耶，哇，哈基身上东西还不少哎，在睡觉啊，没熬夜啊，在熬夜，太霸气了，在熬夜。没有啊，应该是很少会在这个时间在地表啊。真的，可是重点是现在是白天时间，下雨嘛，下雨天是下雨啊，下雨他不会不见了。再熬夜啊，再熬夜啊！我天哪，我有准备好屋顶，那谁知道从这边来？真的，夜妹，而且一次，一次三只以上。我刚是期待隔壁的蜈蚣射你哎。好像有三只哎、欸，三只蜈蚣，太炫了！钓鱼我就看不到浮标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不是说你看得到吗？等一下，现在他自己是凭感觉，凭感觉啊？哇，太神了吧！太猛了吧！讲太多了、欸。现在很想帮你放那个《侏罗纪公园》的 BGM， 你知道吗？哦，附身在叶妹身上，好晕哦！对啊，他会乱扭。有，乱扭哦。给付一下，没有没有，你已经 U H C D E 啊，好吧，第一个被干掉的，我记得第一人，我记得姚好像有被，我记得姚好像有一届那个什么雪地的那个，他可以哦，好像是因为那个姚在熬夜，在熬夜，哦，对，在熬夜，哦，遁地的要启动了。不能，他们在75分钟就启动了、欸，多了。哎、欸，有哪个？好早哦。有哪个三国人物是被风筝杀死？被风筝刮到，然后大量死亡。没有啊，他就是姜太公啦、啊，他就是姜太公，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啦。愿者上钩那个吗？所以他是钓到叶妹的意思吗？对，钓到三只红鱼，愿者上钩，三只红鱼飞上来，三只红鱼飞上来，他的画面超好笑。我们揪他，哎，听说那边有人在钓鱼耶，三只飞过去。哎，这个声音不是鬼龟，是墩墩呐。墩墩差太多了吧？鬼鬼还活着，鬼鬼还在奋斗。这边就只有墩墩不是阿米狗啊，排排队，好可爱哦！起兵了，起兵了。嗯，排队上楼。要打魏国了，真的要起兵哎！打魏国了。嗯，鬼鬼鬼鬼现在被怪卡住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鬼鬼被一只骷髅加一只僵尸，哇，好可怜！一只僵尸带到前面狂，动不了啦。有，闪闪就派，去打闪闪了。女豪杰，知道他们会发现我作弊哦。哦，那边好多怪哦，鬼鬼这边越来越多僵尸。感觉是没有，你刚发光的时候太早出来了，太早出来了。哦，我没有，他们说找我的位置啊，捡尸。哦，捡包。哎，有鹦鹉，鹦鹉不要，飞起来了哎，太可爱了，又下去了，喂我，喂我。喂我，欸、我要僵尸。如果僵尸手上拿种子，鹦鹉会跟吗？不会吧，这是驯服的才会啊。你要没有，可是就是手上拿，哦也是哦。对啊，
啊，如果手上拿种子，小鸡会跟吗？那你要不要有那个机会啦？我觉得他要先连上线，他才会跟。你要不要我帮你拍一集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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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好好好，留言破解哦！快快，我帮你拍一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留言破解，留言破解，假新闻，不是麦克考古学，哎，死掉的地方生了两只怪，哇，这也不好拿，守护哦哦，僵尸不会啦，白天了。哦，大家都没睡觉，等下夜妹就来了。对啊，再不睡觉，不是等下八十分清怪啊？哦，不是吗？剩三分钟，剩三分钟，装备要喷光了，要消。鹦鹉的视角也好晃啊！总都喜欢，耳朵会飞，会飞的，时常都在嗑药。不是，因为它会一直点头，然后你的画面就一直排队也往上挖喽。我去，这是谁？大家都要在上面。他刚刚会看着僵尸哎。其实我觉得排排站的很危险呢，会打到自己人。对，对吧？中间的其实没办法做事，还是他们在做效果啊？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玩，所以一个这样打呀。为什么他们把瑶一个人丢在楼下？没有，是瑶没有用的啊，半滴血没有用了。哎，难得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，好猛哦！真的哦，他应该看到哈记的遗迹了，遗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们要过去了。那这个好麻烦、啊。五人的遗迹，如果全部人上去，然后全部被哎、欸，东西都消失了。对，东西消失了。下面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哇！可以拿个烤鱼肉吗？一块你在牢笼里面的还有机会喽，千年烤鱼的烤鳕鱼一块。他们这里不会太高吗？这好嗨哦、喔！会啊，哇，这一排好可爱哦、喔！对啊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都扭来扭去啊，前后看，看 ID， 这边坐标、啊，他们现在高度摇在 QQ 了，现在高度过高哎、欸，红队太高、啊，红队太高了，他们待会往水里跳吧。七，这里是多高啊？89，好太高了吧？这也太高了、啊，一定会。喂、欸，你的装备没有全部不见，欸、还有是不是？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，还有两个被僵尸拿走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还他穿着，然后再拿着你的烤鱼，在哪里？哈记，哈记，你还活着？哈记，烤鱼，哈记玩生存的，对啊，应该是生存，然后捡到那个掉在地上。而且村中的僵尸，哈基，啊哈基，哈基，哇哇！你们的人，你们的人开始了，哇！主角，哇塞，滚滚要死，哇！太高了，太高了！哎，笑了！哎，你们真的要剩瑶一个了，不是吧？剩瑶跟闪闪，瑶跟闪闪，对，都蛮雷的嘛。我的天！哎、欸，他自己一开始中了西瓜诅咒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闪闪离那个白队超近哦，太好笑了！白队要过来收尸了。可他现在很怕吧？他不能再上去啊！再上去就会被凋零啊！闪闪往前打，有金苹果。七七五，对啊，他不能再往上跳一个了。对，他只能捡那又挖的了。对，最好都会往下挖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闻见，闻见。哇哇哇哇哇！倒水，倒水，倒水。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在往上挑食啊！火箭火八了，要一挑八了。哇哇哇！杰瑞想干嘛？闪闪快跑！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阿波卡猎桃？类似有有有有有有。可是阿波卡猎桃它反杀哦，看一下闪闪可不可以反？哎，真的跟我讲的一样哎，就剩摇一个。哈哈哈！还半滴血，不愧是周公啦，可是追过来了。哎，跳！不要跳！那堆光影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，这些这些卡掉卡裂桃，哎，真恐怖！白白的冲过来了，超恐怖！卡裂桃，哎，就凋零了，我预测失败啦，完了，阿波卡裂桃了，闪闪哎，他真的在闪闪闪闪。啊！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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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自尽！闪闪多自尽！闪闪怎么了？怎么走了？闪闪赶快，他想自杀，快点！闪闪这里太危险了，他想至少带一个走吗？是！哇哇哇！好猛好猛！可以可以可以！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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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旁边要被挖了！后面你后面你后面你的后面后面有鬼！哇！
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有秀到，有秀到，可以。秀到，有秀。真是好猛哦！哇，换好快可以。感谢上下超级留言。嗯，没有调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是不是都是红队的？对啊，没有蓝星啊，没有。我跟墩墩，有白队啊，我跟墩墩。哎、欸，杀自己人了！快看，快看，快看！自己人，自己砍自己人了。太扯了！分出最后一个殊死战。哎、欸，不能不能刷杀敌数啊！刷刷底数，对，禁止有没有？禁止。哎，还是给他们一个平台，然后刷死战啊！装备差距太大，真的，太难打。对啊。哎、right, ，我觉得这场很好笑。哎呀，主播台很好笑。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还好我早点死。巧克力在丢西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可是他们已经开打了、欸。他们已经在打了。你在打了，你在打了。哦、oh. oh. ，哇，法师好凶。现在泱泱比较有那个胜算。他会打架吗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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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胜算快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胜算快没了，胜算一瞬间就快没了。法师打法师。有弓箭比较有胜算、哦。可是我不怕你。打打！哎呦，啊，杰瑞死了，杰瑞死了！哎呦，感觉汪汪有比较有胜算了哦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汪汪在后，还有弓，有一只小鸡，汪汪有机会，还有一只小鸡，咕咕咕，没了没了，哇，法师，还有斧头，哇哇哇，法师，哇，白痴，太扯了。是法师到最后啊！法师啊，难怪这场那么多法师。欸、我觉得法师的附近的地形好棒。哦，我还第一名哎、欸！到底在干嘛？我们有太多人凋零而亡了。怎么了？那个边界上下压缩太快了啦，应该要调100分钟的，而且搞错了。